大家好，我是碰碰。本部影片我们来推一下我们第七章的困难模式哈。好，开始。好可爱哦，怎么那么大只啊？哦，那我们就一样用我们同样的阵容哦。然后我的那个吉尔啊，就是一样是为了放增伤效果嘛。但是我在想说，如果真的假设不行的话，我再来换我们的那个莫德雷德好了。是因为吉尔的增伤效果，我觉得放在我们这几支爆发的队伍上面，我觉得效果还不错。好，哦，这边刚刚有亚历山大的对白哦。这个确实是蛮大只的，不过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啊。哇，这个我觉得大致是好看的而已吧。好，我喜欢打困难模式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角色的碎片。然后这边，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放南丁格尔啊？这不对啊！等一下，我要换掉。等一下，我要换掉。都在搞笑，我平常不是南丁格尔。哦，我懂了，我不是南丁格尔，就是那个莫德雷德啦。南丁格尔的话是补血嘛，我觉得我现在不太需要补血，我反而需要他莫德雷德的那个怒气，就是因为他连续攻击嘛，怒气加比较多。然后其实我鲁班可以换成那个，欸，待会再换好了。我再跟大家讲我要换什么。哎呀，他这是行动几次哦？还好，他这么大只，应该也是移动一小格吧？好可爱，好。我们把鲁班换那个换我们的这个门捷列夫吼，它会降低别人的防御。因为目前看起来，回合开始时随机给一个增加100%的攻击力，我目前感觉还没有必要要用到那个我们的福尔摩斯啊。啊，哈喽，你怎么就死掉了？前面这些小关都还好吼，主要小关就是拿首次通关的奖励，这个比较麻烦一点。异常亢奋，可以移动两次。我去看他的血量，血量13000哦，哇，这个看一下好了，啊，试试看吧。哎，而且其实我也不用高文啊，高文其实这个就没什么必要了，算了，我都放了。先用这个，加这个，先挡住他们的路吼。然后接下来就只剩下旁边这一位了。我们先把他那个木兰护盾弄出来，好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打这边，这样打。好，来试试看好了。这感觉效益好差哦。他会往后一格嘛？哎，对，往一格。哎，对哦，他是两格，忘记了。那这样他不就挡住了吗？
对啊，那这样不就被我挡住了？好好笑哦！哎，好像有回合限制，对不对？我待会稍微注意一下好了。好，就这样子。来喽，炸炸看喽！哦，这个效果还不错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然后回合好像快不行了，我赶快，我要快点。好，我用那个德雷克来尾刀吼，做个收尾，应该伤害够吧？够够够够够够，伤害不错，八回合内通关哦。哎、欸，进攻时无视任何阻挡，哎，哇操，这个很嗨哦！我看一下，嗯，这其实放谁好像都一样哎，就因为他已经是无视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把高文换上这个，目前40，然后60，哦，然后我们先用这个，这样子好了，然后这样子做，然后再用花木兰。因为它好像只会移动一小格吧。哎呦，哦，等一下，这个位置哦，对，它无视任何阻挡哦，所以它会打到我。啊，忘记了。哦，不过我们生命值高于50%就没事情了。看看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，好不好看？哎、欸，爆就赢了，太好笑了。该不会也是无视吧？哇，这也是无视阻挡哎、欸，好笑啊、欸！好吧，一样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放边边这边。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怎么样才能一次打两只，这边好了，这两只好了。然后火力现在集中在上面的那一只吼，我们先这样三只嘛，对不对？花木兰，好，当然有护盾了。然后看一下上面的感觉血，这样，好。哇，现在是南丁格尔的碎片哎，好多、喔。这个射手很多，我们来换高文哈。看一下、喔，我们先这样子，先这样抓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抓得很痒哎。嗯，不会吧？你连一个人都打不死哦！射手，这样吧。哇，这感觉很痛哎，糟糕了，这样。哦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没事，没事，行，行，行。哎呀！盾了，然后因为我们血量现在高于50%嘛，所以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已经有一个护盾，我们现在直接把它解决。哎呀，血可以吗？那血目前只剩1200，那可以。好，然后这边再致盲，哎，致盲失败，没关系，我们有护盾。好，那么直接把它解决掉。哎，好。哇，好可爱啊！怎么那么多只啊？
他这样子移动一步，我就挫赛了、欸。我看看，哎、欸，我也不会挫赛啦，就是这样子塞整，对。然后我等一下可能要先把右边这只给打掉，因为他如果只会移动一步的话，我可以把他们全部毒死。我火力现在先集中在右边这一只。哦，差不多了齁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，我这个能不能把他打死？看一下，如果我放大招还不行，先取消。我先用我们的那个，先这样打，好，打一下。然后接下来之后，伤害不够，这样子好，然后这样子，我到旁边好了 ，OK。我们换个打法，然后火力集中在后面好了。他这样子好像没办法打到，试试，欸，不行。啊，对，这样好像不行，试试看。欸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因为我也有刻意在要收集炸弹啊，来在70，体力不足。你看我们这样是不是随便打一打体力就不够了？所以是不是要升福尔摩斯？我看一下，啊，腐蚀狼人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哦，每回合这个要扣血哦。这个扣血的话，那个我们的那个可爱的木兰可以挡啦，不过因为这其他只都是会攻击的精英哦，就是。会无视那个炸弹的距离，这个要小心一点。刚好后面的位置这边是打得到大家的吼。看一下，试试看。然后再来我们，哦，这样可以打得死，哎，可以耶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边腐蚀，我们有那个护盾吼，所以他前面如果。只会移动一步的话，我们不会有事。好，腐化，你看挡住了吧？然后接下来之后，我们这边把它堵住它的去路，吼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再来用木兰，三个，你看它小招嘛，这边好，好，我们又有护盾了。OK， 这样子安然无事啊。我总觉得我好像呵呵不要冒这个风险。我想把它锁住哦。哎，糟糕！我把护盾弄掉了。那这一关应该不会阿姨了吧？天哪！嗅到了好像快要RE的气息耶。等一下哦，他攻击力是1300，护盾哦。我除非用德雷克可以确定把他打爆，我才敢这么做。我看一下，如果6%、17%，不行啊，他血剩7000，德雷克没那么。上好了，护盾，好，再来。好，他在我面前了吼。OK， 通过。哦，拿宝箱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 OK， 我们把第七章全部破完喽。好，然后因为我体力也差不多了嘛，然后我们先把每日任务这边点一点，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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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现在剩什么？24经验药水，34桃花。还有主线关卡，诶，主线关卡，我主线关卡那个不算主线关卡吗？
哦，是因为那个是要新的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一次召唤吗？怎么需要这样子打打完？别管，加速加速。然后我们这一边看一下哦，升级完成。好，那我们影片的话就到这边吧。好，然后我们有空的话再继续更新。好，那我是碰碰，那感谢大家的收看啦。好，我们就边点边讲话。好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吼。好，各位，拜拜。